哎呀，原来这上午都来给好几人来了。哦，这大上午的，你说，我说知道了，来吧，你给俺搬豆大门。哎呀，咱互相帮忙吧。又是离住家，又是经济的。哎，咱有这东西，你看，你没多少地，还不能平静。嗯， 开始，你搬走咱们，我说这知道了，咱快点。哎呀，看你，还挺有良心的。好，知道了。这烟水不是一个人份儿。嗯。啊，不是一个人份儿，咱互相走吧。啊，你给我走，我给你走。嗯。不能这个烟水费一路上。哦。 上校，俺上校刚看，这得抓紧日的，挺适合，是呗？嗯。说上校啊，不能上，搁这待着看就俺这来。这不整一好两天了，不是这个月。俺包开了，准备又过两天，这个月不要，俺那不要把那拉来。也不要，你过吧，他不让收。 老粪坑上，除了粪块了，都知道块儿。这块地拉三四尺粪的，可不，我一看那粪块大。 后妈换好几拨人来，是啊，一开始俺是那俺那双胞胎，哦，双胞胎，俩地方比我换一个俺大家那个地方，哈哈哈哈哈。俺农村都这样，谁有空谁都给农活，嗯，俺有空都来这边。哎，我到头了，哈哈，你不会到头？你到头了，你不认识。 希望这个煤俩的，煤俩都还有理，走路没的，想高兴高兴，前面还有理。那给你一会儿都转了去给帮忙，给都是给这个带谁都是给那个带谁啊。嗯。那天不闲了，挺。俺这来这也不肯歇，都是俺们忙忙忙乎乎的。 能动了，能搬吗？哎呀，老了都不动了，都不搬了。我来。现在就来。
来来在这个店里还是一帮也没事的，哎，可不能吃了，那吃两吃两两吧。这个有吐，吃的吧是吐，吐太要了，找到里头都有个虫。有啊。怪了，那你那要了，你去钓岛外有个黑那个地老虎。那个啥虫啥的。这个地老虎看冷看。嗯。